6月17号，星期六，早上的8点12分，我们已经很久没中了，已经11期。上个礼拜二中了三星之后，昨天本来也可以中三星，但是他开在前天，前天号码，然后到昨天就中三星，与财神爷擦身而过。我们今天一样公开啊，第三次公开。我们今天的策略就是 A、B 两组，我这样才赢得回来。哦，你注意，你要投资 A 组或投资 B 组或投资 A、B 两组，啊，全车一四，今天全车是一四，另外10支牌彩数两三星，要签三星你才赢得回来。0738一注，0738一注，0833一注，0833一注，1430，1430。1520、1520、1927、1927，你看看这边是我们这个10支彩注，因为我们输了全车输了11期啊，今天是12次的公开啊，希望呢啊我们大家的冷静啊冷静，现在变成是你要选择一组的或者选择两组的，能够给它凹回来，你要不然你永远赢不回来。因为输了11期11次，你们也不要搞错了，运气不好。我十月份去年10月曾经输过17次，会员每个都知道，又不是我们老会员。但我要连中，我连每个月我每个礼拜都中5次6次3次，最少都中3次。大家都很了解，牌资不稳就要自己忍耐啊。这个今天希望这把牌能够开胡，然后陆续的乘胜追击。在月底以前能够赚点钱。